第25集，老头子的眼镜。侯爷爷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侯爷爷，有您的快递，您快看看吧。终于送来了，快给我拿上来。侯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再见，再见，辛苦了。迟到了，儿子。我不年轻了，我太好看了。对我来说，这可比吃的重要。侯爷爷戴眼镜了，侯爷爷换新造型了。小鼹鼠，你没有认真的洗脸呢，胡子上还挂着面包屑呢。哦，侯爷爷，你的眼神好棒呀！这都是我的新眼镜的功劳啊。小鼹鼠，来下几盘象棋吧。好的，我去找何何来给我助阵。站得高，看得清。哟，侯爷爷戴眼镜了，侯爷爷换新造型了。侯爷爷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呐，800米外鳄鱼正在河边孵蛋，蛋一共有6个。您逗我玩呢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我就说说1000米外你的家吧。说吧。门口晾着床单。床单上画着的地图没洗干净啊。狐狸，你这么大了还尿床吗？这是意外呀。侯爷爷再见啊，殿下没人看到我的床单了。马早日。侯爷爷，这分明是象啊。隔江炮。侯爷爷，江那好像是我的炮。侯爷爷，你为什么不戴早上那副眼镜了？我的眼镜掉到树下找不到了。侯爷爷，那您配一副新的眼镜吧。那是老朋友送的礼物，不可替代。差点忘了，我约了小乌龟喝茶，下回再大战300回合吧。侯爷爷，小乌龟家不在那边，要不然我们带您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认得路。看来侯爷爷非常喜欢那副眼镜。说的是呢，可是没有眼镜，侯爷爷会看不清楚东西的。是啊，有点担心呢。小乌龟，这是什么电视节目啊？侯爷爷，那是鱼缸。您最近看东西是不是？是啊，要是我那副眼镜在，800米以外树上有多少香蕉，我都会看得清清楚楚。什么眼镜啊？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呵呵，我们怎么帮帮侯爷爷呢？
完成。咦，这是什么新奇玩意儿？检查视力表。检查视力，我也要检查视力。不用那么远。没问题，我要从最后一排挨个说一遍。左右上左下，嘿。全对了。我的视力怎么样？棒棒的，没话说，雀婶。耶，叫我雀姐。呵呵，要检查视力，大家快来呀、啊！呵呵，要检查视力啦，大家快来！呵呵，要检查视力啦，大家快来呀、啊！我来啦！那我第二个。你们这么多人玩什么呢？我们在检查视力。侯爷爷，你也检查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视力很好。侯爷爷，今天我们不检查视力，我们玩个猜谜游戏。我最喜欢玩猜谜游戏了。哎，我也喜欢猜谜游戏，我猜答案。排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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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队。但是我们有游戏规则，您必须戴着这个眼镜才能玩。好吧。猜猜鼹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呱！何爷爷，是我呀，呱！啊？哎。下一个。是电视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电视，没错。不错，下一个。以后可以随便晾床单了。这是。香蕉，是香蕉。恭喜您答对了。侯爷爷，这眼镜就是您今天的奖品啦。谢谢孩子们，可是我还是喜欢丢了的那副眼镜。我也喜欢这副眼镜。狐狸先生，你尾巴上亮晶晶的是什么？穿内裤了吗？为什么大家都看我？一定是乌鸦找到了侯爷爷的眼镜。给。你们做的眼镜我也很喜欢，我会两个眼睛换着戴的。可以经常换造型啦。这可太帅了。坏了，床单还没收呢。